现在粽子包完了，然后要准备煮了。今天过节，妈妈说还要杀只鸭子吃。小胖抓了一只最大的，我要去称一下，看有多重，起码有六斤。应该有六斤。我们就称一下，看一下。称一下鸭子有多重，我们都说有六斤。今天早上没吃，妈妈哦，可能就没那么重吧。多重？这个没有听得怕。多重？六斤。六斤啊？刚好吗？我看一下。刚好六斤的空点。真的刚好，空少六斤。现在粽子熟了，我妈把粽子拿出来了。好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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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冷一下再拿上去吧。现在开始炒鸭子了。看，我妈做的这个粽子真的很不错哟。嗯，我帮你拿一口吗？不敢吃啊？还不敢吃？不吃妈妈吃了嘞。嗯，真好吃啊！嗯，真好吃，你看咬了那么大一口。粽子一定要配糖吃，白糖，看到没？好吃吗？妈妈在炒，小胖在吃。我吃，我吃吧。我吃。啊？我吃不？我吃不？我吃。你怎么知道是鸭子啊？老大。我的鸭肉都被宝宝吃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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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我让你吃。你说啥哟？叽里咕噜的。今天的鸭肉配上粽子太好吃了。刚刚吃了两个粽子，吃了鸭肉。搞不赢我仔。真的搞不赢他。